好，我哋一开闸嘅时候啊，都好齐嘅闸箱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咁啊见到大外档有阳光，好卓尔骑上去嘅，咁中档位置水箭龟出闸快咗咧，又要慢慢等咯，咁啊再喺佢出边咧，仲有荣冠大道咧，荣冠大道啊俾佢顶啦，再内栏位置牛精辉煌第四位啊，第五位咁啊有呢只大众精英啦，后边四匹马华丽再现蒜头爷爷啊，尾位置系君临大地啊，咁啊暂时包咗落尾嘅马咧就嗰只新界之星嚟噶，好啦，接近千二米嘅段处啦，走咗一段嘅。由榮冠大道都係放咗出嚟跑噶啦，陽光跟住佢外邊嘅第二位啊，內欄第三係水箭龜啊，咁啊第四位咧就大眾精英，內欄第五黃山牛精輝煌啊，後邊四隻華麗再現、蒜頭爺爺啊，尾依位置白鼻菇、君臨大地包咗落尾，紅帽咧就係嗰只新界之星嚟噶，過埋呢個一千米嘅段處啦，榮冠大道依然係佔先咗大約咧有一個馬位到啦，跟住第二位嘅馬咧就係嗰只陽光嚟噶，內欄第三水箭龜，第四位大眾精英。第五位牛精輝煌，後面四隻華麗再現蒜頭爺爺，君臨大地包咗落尾，仍然係嗰只新界之星啊！之最上係完全冇喐過嘅，係華麗再現，依家猛咁騎上嚟喺出邊啊！好啦，入直路嘅時候咧，前面咧仲係呢只榮冠大道帶住陽光入嚟，咁三四碟嘅馬都有噶啦。出邊大眾精英最出嗰只紅衫華麗再現啊，埋邊黑衫水箭龜亦都內欄等緊位，再出邊嘅馬仲有牛精輝煌、君臨大地衝，鬥到嚟最後三百啦，咁啊榮冠大道仲係佔先啊，緊隨其後。个马系水箭龟啊，再后边个马仲有阳光挨紧啦，埋边追啲仲有蒜头爷爷啦，出边冲嘅马有君临大地嘅牛精辉煌，最后一百米荣冠大道依然占先一个细米，水箭龟睇个势咧都追佢唔到噶啦，接近中啲荣冠大道赢，水箭龟第二，牛精辉煌第三，第四名要影相啊，埋边蒜头爷爷，出边牛精辉煌啊。咁啊，一隻大隻，一隻細隻，咁你睇到個好大分野啊！榮冠大道攬嘅步幅係大過只水箭龜好多噶。第三名牛精輝煌，咁啊第四名咧就係出邊嗰只君臨大地啊！今季有連接馬出現啦，榮冠大道判斷贏翻場。